来自台湾的林智安与许登渊，为了让更多菲律宾的民众能够品尝到道地的台式茶饮和小吃，在马尼拉寄顺市的亚兰利塔中心开立了第二家的茶饮店，不只有贩售珍珠奶茶等台湾知名的饮品，还有咖喱香鸡排饭，让菲律宾的民众一尝台湾美食的好味道。在马尼拉寄顺市的亚兰利塔中心，这间充满东方特色装潢的茶饮店，以及店内来自台湾的茶具摆设相当吸睛。这里是由旅菲台商第二代子弟林智安和在台湾法律学系毕业的许登渊共同开设，他们不惜成本从台湾进口原物料，为的就是让客人喝到最道地的台式奶茶以及咖喱香鸡排饭。我们的茶店叫做林来峰茶店，那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因为我本身是姓林，然后呢美国有很有名的球员叫做林书豪，然后呢就想要借他的那个感觉，就是茶来峰的意思，有点像茶来峰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把我们 的店名取为叫林三的 T。那至于我们的原物料呢，基本上呢大部分都来自于台湾。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在各方面的这一部分呢来讲，它的品质比较好，然后呢品质比较保障。除了要入境随俗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多加入一些比较创意的特色，像是最近万圣节我们就准备了南瓜奶茶，然后未来的展望，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更多台湾有特色的料理或者是饮料带入菲律宾，然后更把台湾的文化能够发扬光大。林智安和许登渊不惜下重本研发料理，希望能让正宗台湾味在菲律宾飘香。台湾宏观电视王永兴，菲律宾寄顺市采访报道。